啊，这是给我的吗？谢谢谢谢谢谢。哇哦，这个呢？这是给我的。哇，谢谢 Virgil 我的好兄弟啊。哇，这还是六啊，这不是我喜欢的数字吗？人造，这是个自己做的飞机啊、哦，都是细节，都是细节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感谢 LV， 感谢 Virgil 邀请我，当然我人不在巴黎了，所以我会看看有没有能看这个方式跟大家见面，一起来感受最新的这一季的走秀，那我们期待一下。1月21日晚间9:30，邀请你与我一起开启路易威登2021秋冬男装秀之旅。准备好了吗？